笋小样，我终于到样品了啊！几百年前我就要卖这款产品了，因为它是属于爆款的啊。厂家给我邮了一箱，里面总共是20包，我已经吃剩9包了，视频还没给人录呢，就没一直没到出时间，但是控制不住自己嘴，已经自己吃了9包了。这个东西，吃着上瘾，笋小样，它就是脆笋啊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它里面是这种泡椒，你们吃那个泡椒鸡爪，几乎就这一味道。真太好吃了，我相信你们肯定爱吃。不是特别特别辣啊，这些辣子都能接受。好吃，这就算了吧，太辣了，太棒了。